新的市长也产生了，那接下来台北应该往着团结合作前进，大家来努力，选举已经告一段落，新的市长也产生了，那接下来台北应该往着团结合作前进，大家来努力。那我们当然选举很多选民也都投了我们一票，那我们今天特别少些跟大家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市长想问一下，我昨天两个儿子都有在现场陪伴您，回家之后家人有没有跟你说什么？那现在心情状况还好吗？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会不会想说要回去当牙医，或是说会继续帮蔡总统的忙？这个未来当然是刚刚选完嘛也先沉淀一下，再思考一下。那第二个儿子来现场支持我，因为大家看起来就是已经大概就是就有一点就败选的味道来支持一下，那也跟支持者大家互相打打气那回家当然简单说一下加油，但对选举的事情没有谈太多。